这300克面粉里头加鸡蛋，加3克酵母，用温水和面边打边搅拌。像这样搅成面细状揉面团，这都可以给它揉光滑的面团。盖上盖子发酵2小时，开了个麻风罐，装上撒点干面粉，我这面捞出来给它揉揉排排空气。给它搓成条烂片，擀成长方形面饼，这都可以给它调整调整。给它切一下，给它切成小方块，像这样给它压成花纹。压成花纹都是这样。放到一边备用，油五成热下锅炸，地面微晃给它翻翻面，再给它翻翻，这都可以出锅。出锅了，这是油馒头。